他们很乖。那个看到我们今天弟弟们的穿着就知道我们今天不是那个一般正式的正常的上课，没错，我们今天要来一点疯狂的东西。先来问一下妹妹，你们两个有没有做过最疯狂的事情？变态的最疯狂，最近不是疯狂，应该是有人跌下舞台吧。这死孩子，你谁是这样的？是谁啊？好啦，唐珠，我走路没看路，好不好？不小心摔下台。但那个不算是疯狂的事情，那个是白痴的事情。不是说要带种的，就是你知道怎么样？比如说敢吃蚯蚓啊，或什么这一类的。咦，我吃过哎，我小的时候印象是这样刷，就是当牙膏的辣椒，没有那个胶水放进去，然后就这样撸。滚滚呢？有人就是在舞台，然后下台的时候变成三个奶。哦，三个奶。哦，我知道，你是说丫头上次她呢，反正就是在演唱会的时候，那 new bra 呢，突然从这边粘着就变成这样。好啦，我跟你讲，也是糗的。我跟你讲，你们有没有看过 Circus Action？ 超屌。有没有？太酷。他们现在是我们这个怎么讲，这个七八年级生的偶像，这四个疯狂的人，因为他们真的很疯，他们节目里面玩的东西，我们棒棒糖敢不敢挑战？敢，真的敢吗？敢。好，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单元，是那个好像是 Eason 帮 Kid 那个嘴对嘴人工呼吸 CPR 的？OK， 敢。小 case。来，不啰嗦。马上叫两个下来试看看，阿本秋帅，耶！我要证明一下，对不对哈？来这边，没有，你们两个先讲，谁要被救，谁要救人？我被救，阿本被救，好来，阿本躺在这边，躺着。哦，阿本现在溺水，躺在这边，躺着。要入戏哦。好，秋帅，你知道 CPR 的那个 procedure？那个步骤是什么吗？来，谁知道的叫他一下 ，Terry CPR 步骤第一个是什么？压额抬下巴，畅通呼吸道。哎呦，好，现在就这样子，你呢就一边讲，然后呢你就要示范，好不好？你像要英雄救另外一个英雄，哈，这种感觉，然后呢就去救他，躺好啊，阿本来咯。好啦，我们棒棒糖那个英雄救英雄 action。事情是这样发生的，秋帅现在看到阿本躺在地上，发现了他，你演技很烂的，要先拍他肩膀，然后先求救，叫一下救护车，跳下。附近都没有人，只有你能救他。好，接下来压额抬下巴，畅通呼吸道，要将他手并起来，脚伸直。对，阿本现在心情非常，也太粗鲁了吧。左手压额，右手两根手指头抬下巴，畅通呼吸道。有。步骤三，检查颈动脉。哎呦，然后你要听他有没有呼吸，然后你要跪在他的肩膀旁边，两脚跪在旁边，然后再进来一点。阿本，你醒醒啊！然后你的手要一直扶着啊，要抬下。你要跪好啊，你的膝盖要对啊，手要扶好，然后你不是要清除那个吗？口中异物。对，要先压着抬下，然后检查。好，挖出来。把嘴巴打开。要。还没开始。好，然后呢，口中异物清除之后，口中异物清除要转到那个前面，把脸转到前面，然后把它挖出来。哦，转到面向那前面前方。对，好，把它挖出来，挖。秋帅，你可以温柔一点吗？把阿本都挖快吐了，这么粗鲁的行为，称不上是绅士的行为哦。接下来要深吹三口气，有没有 circus 精神？ circus 精神，
就算你要吹气吹下去，要看他胸口有起伏，那个气才有吹进去。对。生前一吻应该感动不少电视机前女性同胞，搞不好连阿门都会爱上你嘞。我都是啊，小丑。我都是啊。当然。对。穿一下就行了。哇，这个复活嘞。快点，好了。真的。爸爸太凶好了。有那个吗？成功的试到吗？他还有一个少了那个按压，对啊，还压迫，来来躺回去，躺回来。Terry 来，范范姐，你要阿本吗？还是你要别人？范范姐，我觉得秋帅跟 Terry 一起配合会比较好，这个画面会比较好。好好好，来，那个阿本先回去做好。白熊对黑熊吗？来，秋帅躺下。快点被救哈！来 ，Terry 加油 ，Terry 要给我们最好的示范，好。好来哦，很帅。耶，一第一步骤，脚拉打直，手打直。眼睛不能睁开。好，第二步骤怎么样？要压额抬下巴。好，压额抬下巴。把它开。然后往前，清除口中异物。点点的。好。好，接下来要检记得伸舌头，听呼吸，哎呦，没有心跳，没有呼吸，要吐气好不好？哎，接下来要深吹三口气，来啊，抛开性别的那个吹气哦，其实啊，不能是这样子，要是那种。这是真的，不能开玩笑。对，不然的话你就把二氧化碳都吹到人家那个胸腔里了哈。准备了。好， okay. 准备了。加油 ，Terry， 拿出你的专业，拿出你的本事来。吹三下哦，三下。大力一点。有始有终，有谁说伸舌头的？好，然后要压胸，对不对？要在胸骨这个地方，两根手指头的地方，然后这个地方下去压，然后双手十五下，一二三四，堂主，堂主，我看那个秋帅他裤子上面反了，十三、十四。怎么可能？然后十五下完之后，还要再把压耳抬下巴，听听看他有没有呼吸。再呼一次。如果没有的话，等一下再吹一次。我觉得秋帅他现在有点enjoy在其中了，不要让他太爽。对啊，好了 ，OK 了啦，清完三下了，不是清了。好，谢谢。好啦，好啊。对啊，我觉得我们棒棒男们太害羞了，要找四个。有点算是变态的啦，哈，也是现在对当红的要给他们调教一下，什么叫做 circus 精神，好不好？欢迎我们今天的大来宾 circus action。